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 Steam 才刚刚发售的新游戏，叫做《恐龙岛》啊、哦。然后呢，老头呢是因为看到三个字“恐龙岛”，所以才买这款游戏的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台币120块台币，好，然后呢是用虚幻四引擎在开发的吧？那目前刚开放啦，所以说可能里面一大堆瑕疵啊、哦。我看过影片的，我觉得这影片里面呢，可能还蛮阳春的，不过就先试玩看看好了啊。它是一个类似恐龙生存的游戏啊。那到底是如何生存的？我们来试试看。那还有支援繁体中文。那既然有支援繁体中文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用太啊，不用太计较它多份了啦，反正就稍微玩看看就知道了啊。然后之后很遗憾的是它的全屏跟视窗啊都不能自动调整，目前为止是不行。所以说我尽量拉到那个视窗可看范围才有办法玩。好，那废话不啰嗦，我们看一下游戏的教程。使用光标对准物品，然后呢，找到营地非常重要。你需要在营地制作物品、武器跟烹煮食物。获得设计图后就可以制作就对了。反正呢，并且每个设计图都要增加少量的基础数值啊。然后就按 S 地图哦 ，Tap 是换枪、开枪、跑步是 Shift 正常的。一到 Q 是物品栏，哦，我们哦这边啊，哦一二三四五，然后或者是 Q E F C V， 啊、哦，空白键是跳 ，S 地图 ，G 是菜单或 E S C，OK，、okay? 你必须收集食物和水，保证在最佳状态。哦，我们的水快没了，从刚刚讲解到现在快死了。每过一段时段之后呢，会随机出现一到三只 BOSS， 他们拥有可怕的伤害特殊能力。哦哟。每次冒险，玩家可以携带一个机器人，每个机器人有不同的能力。哦，珍惜生命，当死亡时候会失去一定的水晶能量，就这样子而已嘛，好吧？吓我一跳。好了，这我已经看过了。你将接受残酷的考验，穿越科技研究所，开启文明之钥，完成挑战。好，这个剪只要对着它自己会剪欸，好酷哦。我们快没水了。那是怎样？哦。这个已经讲过了，这个是刚刚的那个讲解，止血草啊！我要怎么看一下我的物品栏？有了，这是资源啊，我们需要营地才可以制造东西嘛。好的，需要的是跑步。好啦，这个我刚刚都看过了啦。设计图获得一张，获得枪的设计图，还得到 ATK 是什么？然后还有血量就是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营地了。噔噔，又升级了，超级会升级。啊，我们现在怎么做？我们到营地了、啊，然后呢？到营地了，煮东西吃啊。他说营地非常的重要，可是我在营地什么时候做不了啊？还是说在这边做吗？制作啊，有没有食物？我们还没有设计图，我们设计图有什么？机器人也没有设计图。啊，我们有这个，知道怎么做？不会，都没有人教我。那你个，好吧，那不管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还是先走好了。捡取椰子，好，还有水，可以直接刻吗？它是游戏一开始一个画面，那个开始画面都没有，哦，就直接把你带到这边来了。好、哦，啊，可以做吗？可以做吗？我可以把它直接拉到那个，不行，为什么都不行？啊，这游戏要怎么玩？哦，快渴死了，可以喝水吗？我们喝一下水好了，好不好？把它当作方舟在玩。其实这地图看样子还蛮像方舟的啊。对啊，啊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跑了？体力没，我靠！怎么有甲龙出现？有甲龙欸，这边有设计图，这是什么？手枪的配件。好黑哦！哦 ，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游戏不是这样玩的吧？别来啊，我没有武器啊！哇，我死定了！这个游戏真是很愤欸！快点帮我攻击啊！没武器玩小哦。
没有武器玩屁啊！算了，我放弃。烂游戏。干嘛？这一开始什么也没跟我讲啊？莫名其妙。我的，好，从头开始。要怎么做东西？制作。哎，我有资源啊，快点啊！哦，可以做子弹。哦，我有子弹，但我没有手枪。我还没有拿到手枪的设计图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还没有拿到手枪设计图，所以说这个只要点就可以制作了，哦，点下去就可以制作了。但前提我们必须要有设计图，这是手枪的设计图吗？哎，为什么直接掉手枪子弹？不是啊，啊没有手枪是玩鸟哦。制作子弹需要营地才可以制作嘛。哎，这个游戏到底在干嘛啊？只会打雷下雨而已哦。算了，我先冲到前面看一下前面那个光是长什么样子好了。有没有那边有东西在发光？有没有？应该是设计图来着的啦。对对对，应该设计图。有了，捡到一个设计图，有敌人。不知道捡到什么鬼设计图。他最起码设计图也要给我一个像样的设计图，一把枪的设计图。啊，没有枪啊！哎，哪里有枪？又要死，又要死了！死前捡一下，死前捡一下。让我们有攻击能力的设计图一张都没有啊！是要玩个毛是吧？是要个玩毛是不是？啊，各位，这游戏实在是太棒了！120块台币，就看你们怎么去玩吧。啊，刚开始而已，才刚发售不到一个小时，我就把它买下来了，来虐自己。哦，前面是感觉有一个部落的感觉哦。林北北戏啊，不要！我来到这里了，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呢？空空如也。哎，我忘记可以跳嘞，可以跳，可以跳。我快死了，快死了。Fuck you, man！ 开门啊，野子！别闹了哦，别闹了，大大。水果，哎、欸，有设计图。我看到设计图了，先捡再说。我靠，那是什么啊 ？Boss 啊！我终于拿到枪的设计图了。有也没用啊。有没有武器？耶、yeah! ！好了，刚开始一定会死的，因为要去拿，一定要想办法拿到设计图。林北够细啊，这什么粪便啊？安尼粪便要120块啊！想都没有想过。好了，终于可以装一把枪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林北终于有武器了。28子弹。好，我们要大展身手了。原来右键是装填哦，而且很屌的是，它子弹会自己吸上去。它根本是念动力，你看，超级念动力耶！那妹子，那妹子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嘿嘿嘿嘿！哇，这个枪没有什么后坐力耶，玩具枪哦，玩具枪哎，没有后坐力的枪哎，丢！啊，捡一下能量血晶，加18。这东西。上面有写名字，猫鸡，猫鸡是怎样？哇 ，boss 吗？猫鸡，然后射他头会有一个很清脆的爆头声，感觉好像是判定你暴击，哎、欸，死掉了、欸，可以捡这个合金哎、欸，所以说这还有在那个存在这种生存要素在啊，有没有？啊，死掉会掉东西，有一些会，有一些不会，这边还蛮多的说。掉了蘑菇，哦，还没死啊！打怪游戏，打怪游戏，打怪游戏。哎、欸，我们这边掉了合金，合金的话可能是拿来做另类的道具吧。其实这边应该可以先看。哦，这个是哦，水晶，水晶够了啊。这是什么？他都没讲，没办法讲是吧？哦，子弹可以这样子、欸，
要在营地才可以做。哎、欸，想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想怎样？我们去做一下子弹好了，没有子弹什么时候做不成？120块，我们就不要奢求太多了，好吗？啊，我们可以做这个能量电池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做好多。哎哎哎！大大，你直接跑进来不对啊，这个行为是不行的、啊，好不好？这样是不行的、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子弹啊。啊，一次只能做一个，是不是？啊，好坑哦！啊，不对啊，啊，做完的子弹在哪里拿？我这边51发，不对啊！啊，子弹在哪边？我怎么都没看见？这游戏到底怎么了？这个游戏到底怎么了？不管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一关的小 boss 先解决掉再说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玩这款游戏了，也太愤了吧！还我120块来，我等一下马上就退费了。我天啊，实在太棒了！打击感没有啊，流畅度也没有。啊、哦，简单的教学有，但是呢，初期给的资源没有。哎、欸，这次不会攻击哎、欸，这不会攻击那算了，我们去打前面的 BOSS 好了。这应该是盗蛋龙。啊，不是不会攻击，啊，不是不会攻击、欸，这么凶，完了我就不行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去前面去前面杀那一只 BOSS 级。来来，我们现在有剩下44发，定生死了，定生死了。那边那只 boss 在哪里？单挑啊，能量电池，单挑啊，哦，在那边、欸，单挑啊，没有射到，一路上太危险了，一堆敌人，他们干嘛啦？高潮哦，我觉得我先绕路好了，这边只有一个敌人，还可以。欸，他卡在那边，我可以用这种方法打吗？哇，这一只是精英啊！哇，是精英怪啊！血好多、哦，有没有掉强力装备？什么都没掉，烂死了！嘿嘿嘿，单挑啊！我没有子弹了，哎、欸，而且我发现他这个游戏画面右下角被切割了、啊，这游戏右下角被切割了。好了，超级废粪 game， 放弃，拜。太棒啦，这个游戏，我的人生啊，终于找到堕落的意义了。啊，我终于知道我该如何堕落，就是玩这款游戏，充满了堕落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今天先玩到这里了，我觉得我要申请退费了。如果你们想玩，啊、哦！你们就自己去买来玩吧，120块啊、哦！我要退费了，不管了。今天影片就到这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，左下角有个订阅，右下角有个喜欢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恐龙岛不会再出现，再见，拜拜。